早七点问冷暖就在第一时间，各位早安，我是龙阳。各位早上好，我是周韵。今天是2019年9月11号星期三，欢迎各位收看今天我们早上的第一时间。今天会看到哪些主要内容呢？来了解一下。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8%，猪肉价格同比上涨46.7%，鲜果价格涨幅回落，鲜菜价格同比连涨18个月后首次转降。车辆审批办证时间长，窗口不设加急服务，司机发货急，无奈找黄牛。给个2000块钱，他办证就快。多地迎来降雨降温，河北、陕西最高降温幅度超10摄氏度，四川自贡遭遇暴雨，城区道路被淹，人员被困。遭遇飓风多里安袭击，巴哈马受灾地区大量建筑受损，道路被毁，死亡人数已上升至50人。苹果2019秋季发布会举行，三款 iPhone 新机发布，颜色选择更多，苹果股价应声而涨。聚焦热点事件，搜索时事新闻，来看今天的新闻热搜榜。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在这个记者会上呢，透露一个关于美国和华为之间的一个纠纷。这美国政府呢，是将2年前无故扣押的一批电信设备归还华为公司，华为因此呢，也撤回了今年6月对美国多个政府部门的诉讼。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进行了回应。美国政府近日将2年前无故扣押的一批电信设备归还给华为公司，这从事实上承认了其行为的违法性和随意性。华春莹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在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诬陷中国企业，并且滥用国家的力量打压特定的中国企业。这种行为既不光彩也不道德，更是对美方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原则的否定，将严重损害美国自身的形象和信誉，也将严重影响各国企业对于和美国开展合作的信心。我也注意到微软的总裁近日呢接受彭博商业周刊采访的时候也表示，美国政府在没有以确凿事实、逻辑和法律条款为依托的情况下，不应该对华为采取限制措施。我们敦促美方倾听各界人士的理性的声音，停止泛化国家安全的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特定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正常经营活动提供公平、公正和非歧视的营商环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2次会议9号在日内瓦召开，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主席何超雄、监察顾问武淑清将会在本次会议期间发表演讲，告诉世界真实的香港。在发言前，何超雄和武淑清接受了中国媒体的联合采访。何超雄和武淑清表示，过去3个月，香港所发生的一切正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家庭和社区。暴力示威者破坏了所有香港市民的平和生活，给香港的经济和国际形象造成巨大的损害。不限于旅游业、餐饮业，整个我们的经济，这个现在都已经受到这个不同层次的一个冲击。最可怜的当然是我们一些小商户。他们根本是不能够继续的经营，而且到现在为止受破坏的所有的公共设施还没机会，也不可能在这个期间能够可以都一一的把它这个恢复。很多人连交通运输的这个便利都没有了，根本不能出外，不能这个回到自己的这个工作的地点，我们的消费绝对是已经萎缩了，大概是70%。也围堵机场啊，很多事情都是破坏公共措施，或者是影响大家全世界对香港的安全的概念，这个是影响香港全球的，很危险的。
此次来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何超琼和武淑清希望能够在国际场合告诉世界真实的香港现状和大众的真实想法。同时，他们也希望西方国家与新一代的香港年轻人能够正视中国的发展。去过3000多次到内地，在我们在西部的地方，到宁夏，到青海我都去过。西部的发展呢，比以前进步很多，因为人口很多嘛。扶贫的工作呢，的脱贫做得很成功，因为这是第一是中央的政策很好，第二我们地方的人很努力。前香港一天的工作效率等于5天北京的，现在一天北京的工作效率等于香港3到4天的。我们新中国是逐步的已经走向一个可以在国际的这个层面来说已经是非常超前。不要忘记我们是10几亿人口，所以能做到这样的成就，我真心的感觉我们国家是很了不起。那我们愿意也希望经由我们的平台，也可以经由我们去把正确的这个讯息带给我们更多的香港的市民，让他们自己去明白爱我们的国家根本就是他们一种权利，也是他们的这个骄傲。再来看，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外表示，经国务院批准，决定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也就是 QFII 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也就是 RQFII 的投资额度限制，进一步的扩大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根据外汇局公告内容，此次全面取消 QFII 和 RQFII 投资额度限制后，具备相应资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只需进行登记即可自主汇入资金，开展符合规定的证券投资。同时，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试点国家和地区限制也一并取消。下一步，外汇局将立即着手修订相关法规，明确不再对单家合格境外投资者的投资额度进行备案和审批。境外对中国金融市场投资热情在逐步提高，人民币的股票和债券呢，也先后的纳入了一些国际指数，甚至呢那个权重呢在不断的提高，所以这方面的潜在的这个需求也是比较大的。我们取消 QFII、RQFII 的这些额度管理呢，可以进一步便利这个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金融市场进行人民币金融资产的这种交易。我国先后于2002年和2011年分别实施 QFII 和 RQFII 制度。2016年至2018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对 QFII 制度相关外汇管理进行了重大改革，包括完善审慎管理、取消汇出比例限制、取消有关锁定期要求，允许 QFII 持有的证券资产在境内开展外汇套期保值等。2019年1月 ，QFII 总额度由1500亿美元增加至3000亿美元。总体的一个政策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啊，就金融市场要进一步的扩大对外开放。从短期来看呢，应该不会对市场产生太大的影响。未来介入中国股票市场的境外的资本的流入会持续增加。确实是有一些持续不断的对资本市场的一些好消息啊，但是我们强调的是长期投资。再来关注一下公安部最新推出的6项新措施。昨天的公安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从9月20号起将推出3项便捷快办的服务和3项网上交管服务。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的内容。从9月20号开始，公安部将推行车辆登记销售企业快捷代办。机动车运抵销售企业后，即实行车辆预查验、资料预审核、信息预录入等手续。这么一来，群众在机动车销售企业就可以完成购车登记全部环节，不用自己再跑车管所。对于在外地租赁汽车出行发生的交通违法行为，将允许承租人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自助处理。承租驾驶人在违法行为地或者机动车登记地交管部门窗口处理时，也不再要求提供租赁汽车行驶证，改为公安交管信息系统自动核对租赁关系。这将大大减少承租驾驶人不必要的出行和时间成本。
公安部还推出了多项针对临时入境车辆人员出行的便利措施，包括简化临时驾驶许可申领手续，延长临时驾驶许可使用期限，简化临时入境机动车牌证办理程序等，进一步方便境外人员入境驾车出行。从9月20号起，实施非营运小客车转籍信息网上转递的城市将由120个增加至300个，并于今年年底在全国全面推行，每年将至少为群众节省交通等费用十多亿元。对于一个记分周期内驾驶证被记满12分需要参加满分教育学习的，以及大中型客货车驾驶人在记分周期内被扣分需要参加审验教育的驾驶人，以后可以陆续将现场学习变成网上学习。此外，公安交管部门还将推进与互联网地图导航应用企业合作，加强站路施工、交通管制等信息的及时预警推送。来关注英国脱欧。当地时间10号凌晨，刚刚复会不久的英国议会呢，又开始了为期5周的休会。而10号一大早，英国内阁成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会面，与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共同讨论脱欧事宜。这是英国议会休会后内阁成员首次会面。就在当天凌晨，英国议会再次否决了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提出的提前举行大选的动议，并打算强行使英国在10月31号期限前脱欧的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再遭打击，英国脱欧前景变得更加迷茫。就在议会休会前，反对党发起阻止无协议脱欧的法案还获得议会两院批准，并于9号下午获得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签署成为法律后生效。这一法案要求鲍里斯·约翰逊致信欧盟，申请把脱欧期限推迟三个月至明年1月31号，除非英国议会10月19号之前批准一份脱欧协议或同意无协议脱欧。对此，鲍里斯·约翰逊此前已表示自己宁愿死在沟里，也不愿向欧盟申请第三次延迟脱欧。10号当天，鲍里斯·约翰逊在参观伦敦一所学校时又再次强调，再一次向欧盟申请延期脱欧毫无意义，尽管过程艰难，但他一定会带领英国在10月31号按时有协议脱欧。同时，他还否认自己申请议会休会是不民主的行为，他表示自己提出提前大选的动议是民主的表现，但却惨遭议会拒绝。而英国最大反对党工党领袖科尔宾10号则继续猛批鲍里斯·约翰逊申请议会休会的行为，称这是在绑架议会。科尔宾指出，鲍里斯·约翰逊及保守党根本无心与欧盟达成新的脱欧协议，是在存心带领英国无协议脱欧。又不能提前大选，又不能对无协议脱欧。总之呢，约翰逊能够打的牌和能够活动的空间变得越来越窄。而且这还不算，这几天的英国遭遇的这个混乱啊，还不仅仅只是在这个政坛上。由于劳资双方薪酬谈判破裂了，英国航空遭遇了史上第一次飞行员罢工，而这也让英航不得不取消上千架次的航班，预计损失可能会达到9800万美元。为期两天的英国航空公司飞行员大罢工已从当地时间9号凌晨开始，有4000多名飞行员参与了这次罢工。受罢工影响，大约1700架次航班被迫取消，受影响乘客数量可能多达28万人。而此次罢工的原因是英航长期存在的劳资纠纷问题。虽然经过之前的几轮沟通，英航已经与大部分员工达成了一致，但飞行员还是无法接受英航提出的在未来三年内涨薪11.5%的方案。Around 1,700 flights have been cancelled by British Airways, costing the company $98 million. But strike action by pilots could end up costing the airline industry much more. Because it not only loses the revenue, but of course it disrupts the travelling public. 飞行员方面表示，英航与其蒙受停飞的损失，还不如接受飞行员提出的涨薪要求。但公司管理层认为，飞行员要求的涨薪幅度远超过英国的通胀水平，所以无法接受。受到罢工的影响，英航母公司国际航空集团的股票价格周一盘中一度大跌3%，最终收跌1.53%。路透社最新报道称，如果涨薪要求等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英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们很可能在9月下旬继续举行罢工。
再来看韩日之间的经贸摩擦。9号，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官员透露，韩国最快将于下周正式将日本从贸易白色清单中除名，理由是白色清单中的国家参与促进贸易便利的多项协议，而日本因对韩国实施出口管制而违反了相关协议。7月初，日本政府将三种关键的半导体工业原材料列入对韩出口管制对象，8月初决定把韩国从白色清单中除名，8月28号已经正式生效。而随着日韩经贸摩擦不断的升级，韩国民众自发的开展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的运动，去日本旅游的人数呢也大幅度的减少。受此影响，最近往返于韩国和日本之间的部分机票出现了罕见的低价。韩国廉价航空公司易斯达往返于韩国首尔和日本福冈之间的航线，单程特价机票目前仅售10,000韩元，约合人民币60元，即使算上燃油费等附加费用，总价也不到50,000韩元，约合人民币300元，比去年同期价格的一半还低。不仅是机票降价，韩国最大的航空公司大韩航空从9月3号起停飞韩国釜山至日本北海道札幌的航班，易斯达航空和德威航空、釜山航空等也相继削减或停飞了多个韩国至日本的航班。去年赴日游客中，韩国游客达753万人，仅次于中国。而日本经济产业省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赴日游客数7月同比减少了7.6%，为近一年来最低。受此影响，7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同比减少0.9%。日本媒体认为，这是韩日关系恶化影响日本经济的一个信号。苹果又开最新的这个发布会了，新鲜出炉的这个产品曝光，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在当地时间9月10号上午，苹果呢2019秋季发布会在美国加州的史蒂夫·乔布斯剧院举行。这次的发布会上，苹果推出了最新的 iPhone 系列产品以及苹果新推出的服务。此次发布会上，苹果发布三款新 iPhone， 分别为 iPhone 11、iPhone 11 Pro 和 iPhone 11 Pro Max。售价方面，根据官网价格 ，iPhone 11 64GB、128GB 和 256GB 价格分别为5499元、5999元和6799元。相较 iPhone XR 发布时便宜了1000元人民币 ，iPhone 11 Pro 提供 64GB、256GB 和 512GB 三种规格。售价分别为8699元、9999元和11799元。iPhone 11 Pro Max 提供同样三种规格，售价分别为9599元、10899元、12699元。据悉，新款 iPhone 于北京时间9月13号晚8点开始预购，9月20号发售。此外，发布会还推出苹果第七代 iPad。苹果还发布了其平板电脑操作系统 iPad OS， 并支持过去几年推出的老款 iPad 机型。虽然有分析称此次发布会缺乏亮点，但股东们仍然对苹果公司的前景感到乐观。苹果公司的股票今年飙升了约35%，成为道琼斯指数中表现最好的公司之一，仅次于加德堡、微软和宝洁公司。截至周二美股收盘，苹果股价上涨1.18%，报216.70美元。看到这个最新的这个产品呢，大家也是觉得哎，好像有一点眼熟，尤其四个方块拼在一块那个东西，有点像浴室里边用的顶上那个浴霸。另外，更关键的是，很多手机这个产品啊，一系列的这个新的产品都不支持5G， 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比较尴尬的选择。要等一等5G 手机呢，还是买这个新款的 iPhone 呢？可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当然，有登场的，也有退场的啊。我们来看看昨天刷爆网络的这张图片，不用介绍了，这是在中国家喻户晓的马云。昨天他眼含热泪的这张照片呢，在网上呢是代表着在教师节的一个特殊的时刻，因为在互联网界呀，有一位就是以老师自居的人，这就是马云了。他在1999年，整整20年前呢，创办了阿里巴巴。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呢，一直到2014年，阿里巴巴在纽交所上市，当天表现就非常的不错，股价上涨超过38%，也让马云一举成为了中国的首富。也是在那一年，48岁的马云宣布卸任阿里 CEO，
卸任以后的马云呢，开始尝试跨界，在2017年呢，又推出了电影《攻守道》，过了一把演员的瘾啊。在一年前呢，马云和阿里巴巴在官方微博上宣布，2019年，也就是去年，宣布到今年的9月10号，马云将不再担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昨天呢，是这个马云正式交棒的日子，既是20年阿里的大庆，也是马云交棒的日子，而且还是马云55岁的生日。这个在现场的感受会是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央视财经的记者在现场的感受。今天晚上，在我身后的这个杭州奥体中心，马云宣布正式卸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一职，由现任 CEO 张勇接棒。但其实这并不是一个特别新鲜的新闻，因为在去年的今天，马云已经通过员工内部信告知了此事。他说，这是他思考10年、深思熟虑的结果。他说，他10年前就问自己哈，如果马云离开了阿里巴巴，公司能否依然健康的发展？他认为，只有建立一套制度，并且呢拥有特殊的文化，还要有一套培养人才的接班人体系，这样才能解决公司发展的问题。那么今天在阿里巴巴成立20周年的大会现场，我看到马云数度眼眶含泪。他说：“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们换个江湖见。”今天不是马云的退休，而是一个制度传承的开始。今天不是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一个制度的成功。世界那么好，机会那么多，我希望换个江湖，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谢谢大家。马云卸任之后，由阿里巴巴现任 CEO 张勇接任。张勇也在昨天宣布了阿里巴巴之后的5年的目标。他表示，内需是中国经济的未来，阿里巴巴希望为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我们希望经过5年的努力，能够服务全球超过10亿的消费者。我们希望我们的平台继续成长，能够服务超过10万亿人民币以上的消费规模。我们希望能够为社会不断地去创造价值，解决社会的问题，为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马云卸任了，不过那又怎样呢？在我看来，马云正是以他自身的经历告诉我们，在当今这个社会，人人皆可创业，白手起家，哪怕是再微小的力量，都有可能去改变这个世界。昨天马云这个卸任的确在网上掀起了一股怀旧的风潮，大家一下子又推到了之前至少1999年马云开始创办阿里巴巴的这个历程。当然也有很多历史的巧合，就这样一位马老师出生就是在教师节这一天，然后离开了这个商业的江湖以后呢，也许下一步其实不是换一个江湖，又回到了这个教育的行业。就像很多人觉得一个企业培养的一种什么样的文化一样，马云可能培养的就是一种教师的文化。就像他说的，希望以后中国的300好的企业里边，至少有100-200家吧，是出自于阿里的。很多人走出去了以后，就像学生一样，能够带动又一轮的新的创业和我们的商业世界的发展。当然，如果真的要当这种播种机的话，马云可能真的让人觉得挺佩服的，就是他是一个好的老师。不过这一次马董的身份没有了，真的会回到马老师的角色吗？未来他会何去何从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马云的这些年。9月10号是中国的教师节，马云55岁生日，阿里巴巴20周年，也是马云正式卸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的日子。9月10号之后，马云将继续担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成员，直至2020年阿里巴巴年度股东大会。阿里方面已经重申，马云这次卸任并非退休，他依然是阿里巴巴1号员工。从18罗汉到西湖论剑，从打造淘宝网到创立支付宝，从成立蚂蚁金服到天猫双十一，回顾其商业生涯，马云身上有很多身份：创业者、企业家、中国首富。其中老师这个身份对他来说比较特殊，直到现在他的微博名还是乡村教师代言人马云。1988年从杭州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后，马云从事了6年教师工作。去年杭州师范大学举行110周年校庆，马云回到母校演讲，并表达了他对教师职业的眷恋。
其实我觉得我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当老师，我把杭师大所学的当老师的所有的经历，把自己当老师的经验带到了创业之中去。马云最早的创业始于1995年，他创办了中国黄页，正式进入刚刚兴起的互联网。1999年，马云在杭州湖畔花园创立阿里巴巴。2003年，马云创立淘宝网，开始抢夺 eBay C2C 市场。2004年，创立独立的第三方电子支付平台支付宝。随着电商崛起，全民网购时代到来，与此同时，阿里巴巴也快速成长。2007年，阿里巴巴的 B2B 业务在香港主板上市。2012年，从港交所退市。2014年9月，成立15周年的阿里巴巴在纽交所上市，共筹集250亿美元资金，创下美股最大 IPO 的记录。2013年，马云曾单膝下跪宣布卸任阿里 CEO， 并哽咽地说道：“我以后不回来了，我相信年轻人会做得更好。”6年后，阿里的合伙人增至38人，公司也从湖畔花园的18罗汉发展成今日拥有10万名员工、市值超过4000亿美元的国际电商巨头。2018年9月10号，在宣布卸任阿里巴巴 CEO 5年后，马云宣布将于1年后卸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现任阿里巴巴集团 CEO 张勇将接任董事局主席一职。今年8月28号，马云曾表示，不当阿里巴巴董事长了，但绝不等于我不创业了，绝不等于我退休了。而在2002年，刚刚创业7年，还略显青涩的马云，就曾在财经频道对话栏目中跟大家分享过他作为创业者的心态。我自己创业7年吧，你刚才讲的就是说比你想象的糟糕。那我自己对自己这每年走下来的路，总是我说明天比今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大部分人是见不到后天的。所以你每天知道我今天必须很干，然后你发现明天好像还不错，你心情很高兴。如果你发现明天比你预想的糟糕，那你就说明你心态一开始就有问题，你就说我明天肯定是比今天倒霉的。所以你这样的心态呢，你就创业的时候永远是开开心心的走。好，第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天气的情况。这两天呢，北京、河北、山西等地都出现了强降雨，气温明显下降。从9号晚上到10号早上，北京多地出现强降雨，此次降雨也浇灭了北京多日来的晴热高温天气，带来了明显降温，体感凉爽。记者看到路上多数行人都穿上了长袖。昨天北京的最低气温只有18摄氏度。从昨天开始，河北邯郸多地迎来入秋后一次大范围的连续降雨天气，气温也随之下降，最高降温幅度达到10摄氏度以上。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两天当地气温低迷，昼夜温差较大，降雨天气将持续到13号左右。专家提醒市民要及时调整衣物，预防感冒。昨天，山西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小雨天气，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大雨。伴随着降雨，当地气温明显下降，高寒地区最低气温降至9摄氏度左右，北部及中南部山区降至11至17摄氏度。从9号的下午开始呢，陕西大部分地区迎来了一次明显的降水，一场秋雨让气温比之前下降了10度以上。记者从陕西省气象台了解到，本次降水强度较大的地区集中在陕西南部，这是今年以来陕南地区暴雨范围最广的一次降水。受副热带高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从9月10号到9月18号左右，陕西关中和陕南大部分地区将会维持阴雨相间的天气。受降雨影响，9号傍晚，陕西汉中洋县多条通村道路出现不同程度滑坡，部分群众反映水渠被冲毁，民房进水。其中，汉中洋县金水镇碗牛坝村突发山洪，驻村工作队员和村干部前往村民家查灾抢险，帮助群众疏通排水。你找我危险吗？但是有危险，有人危险了，不给我吃了。10号，在洋县骆家村，因为暴雨导致民房进水。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由于水位上涨，车辆无法前进，救援人员只能下车徒步到达被困群众家中，成功将被困的一家五口救出。你也跟着过去吧。好，不是啊，大爷，哦，你们三个一起。
施救过程中，救援人员发现村子后方部分山体已经发生滑坡，且山体有松动迹象。为了安全起见，救援人员决定将临近房屋的被困群众全部转移。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营救，被困的15名老人和孩子成功被疏散至安全地带。10号凌晨，四川自贡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导致了城区多条道路被淹，人员被困。当地公安和消防呢，紧急出动转移被困群众。9月10号凌晨，自贡市市区开始迎来强降雨。上午7点左右，雨量突然增强，给早高峰出行人群带来较大影响。多处路段两侧路面积水严重，过往车辆无法正常通行。上午10点左右，自贡市高新区一处幼儿园附近积水严重，周围道路积水最高达到1米左右，造成师生和家长出行受阻。此外，强降雨天气还造成主城区多处地势低洼路段出现内涝，部分路段的积水已经超过小轿车的高度，一些地下人行通道也被水灌满。当地公安消防等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疏导交通，抽水排涝，对受困群众及车辆进行救援。昨天中午12点27分，自贡市气象部门解除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当地雨量逐渐减小，暂无新增险情。9月8号14点到9月9号16点，贵州省黔西南州出现了今年强度最大、范围最广的暴雨天气过程，最大的降水量达到了274毫米。大暴雨导致了山体滑坡、隧道以及路面出现水毁等情况，使得泉州境内多条高速路临时中断。此次强降雨天气导致黔西南州安龙县县城多路段被积水淹没，城区内涝严重，不少车辆浸泡在水中无法脱离。当地交警紧急出动警力220余人，加强路面交通疏导，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慢一点，慢一点。持续的降雨也导致了黔西南境内多条高速出现隧道积水、山体滑坡的情况，造成交通临时中断。当地高速交警、路政等部门立即采取疏导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借道分流被滞留车辆，并抓紧对道路损毁路段进行抢修。截至昨天下午5点，黔西南州境内的善昆高速部分路段仍在抢修中，其他高速公路均已恢复通行。受到连日强降雨以及上游来水的影响，珲春河水暴涨，德天瀑布景区多处被淹，景区部分观光设施暂时关闭。从9月9号下午开始，受上游来水影响，珲春河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截至10号11时，已出现4米左右的涨水过程。德天瀑布水势激增，受涨水影响，德天瀑布景区沿河景观步道已经被水淹没，只露出一部分护栏，水势较大，水流湍急。出于安全考虑，景区工作人员在相关区域设置警戒线，并告知游客在安全区域内活动。目前景区已将景观步道、观光竹筏等项目暂时关闭，水位还在持续上涨中。本周全国降雨的范围再次扩大，尤其是华西地区的雨水明显偏多，未来那里的雨水会如何发展，需要注意哪些方面，我们请气象主播来说一说。早上好，丛林。早上好，龙阳。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华西秋雨哈。华西呢，主要包括了四川重庆渭水流域、汉水流域、贵州和云南东部等地。这些地方呢，每年的9月、10月、11月这3个月持续多雨的一个现象就是华西秋雨。这其中以四川盆地呢是最为常见，雨量呢不会太强，但是会断断续续的一直下。今年呢，华西地区呢在8月27号就提前进入到了秋雨季，比常年偏早了10天以上，而且降雨量也是不小，尤其四川盆地一带。的雨量呢，目前累计已经偏多了3成到1倍。展望未来呢，起码今后3天四川盆地一带依旧是强降雨不断，尤其是盆地的西部和北部哈，可能会频繁的出现大雨或暴雨，需要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当中，比如说广元，昨天雨量就不小，而且展望今后3天呢，今天、后天广元继续预报有大雨出现，提醒生活在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做好出行安排。除此之外呢，持续的多雨寡照天气是不利于玉米、一季稻等等秋收作物的灌浆乳熟和成熟收晒，长时间持续的阴雨呢，也会造成已经收割的作物入仓存储困难。目前呢，西南地区是处于秋收的关键阶段，相关部门和农民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关注好应对这个持续雨水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龙阳。嗯。
除了华西秋雨之外啊，咱们国家其他地方的雨水情况怎么样？另外，南方最近大范围的高温再度回归，又会热到什么时候呢？首先，北方呢本周的雨水呢会增多，比如说过去两天，北方的西北、华北不少地方都是陆续出现了明显的降雨过程，局地的雨量还挺大。而今天呢，北方整个的降雨范围依然是很广的，西北地区的中东部和华北这些蓝色的区域呢，今天都会下起雨来，整体雨量不大。不过呢，在山西不少地方，今天可能会出现大雨天气，需要关注。明天呢，北方的东北大部也会加入到降雨的阵营，从强度上来看呢，整体依然不是很大。不过呢，在陕西北部和山西西北部明天可能会有大雨出现，后天呢，整个北方的降雨范围呢会向南压缩一些，但是整体来说的范围依然不小，特别是后天东北的局地可能会有分散性的大雨出现。别看北方整体雨量不是很强，但是结合着冷空气就会把这个气温灌得服服帖帖的。比如说今天在北方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呢，新疆这些蓝色的区域，包括内蒙古的西部一些地方，都会出现4到8度的降温，而且这些降温的区域呢，普遍还会出现4到6级的偏北风。新疆山口地区风力会有9到10级。另外，在华北这里呢，因为持续的雨水影响，所以呢，今天气温也会出现一些下行。展望未来几天呢，北方西北的冷空气会逐渐的往东来，而前面提到的北方大部的雨水呢又不断，所以整体来说，北方大部在未来几天气温感受，用一首歌名来概括就是。凉凉啊，噔噔噔噔噔噔，是吧？跑调了是吧？正因为如此呢，目前还处在夏季的京津冀多地，在本周也将正式开启入秋进程。南方情况则是相反，降雨除了前面第一部分重点关注的华西秋雨之外呢，未来几天南方其他的降雨呢整体不是很强，而且主要集中在南方的西边，在南方的中东部的很多地方，尤其是江南、华南很多地方，不光没有雨，还有高温酷暑的热浪。比如说今天在最高气温方面来看一下，这些红色的区域都会达到或超过35度高温线。省会级城市当中，今天预报了有高温的就有武汉、长沙、南昌、广州和重庆，尤其长沙今后几天天天有高温，连续一周的高温哈。那长沙这个持续高温的走势也是南方很多地方高温的一个趋势，就是持续。预计呢，起码今后4、5天南方的高温都是范围广、持续久，起码要到下周才有可能会减退。注意，只是减退，还不是消失哦。大数据监测显示呢，通常南方江南一带的高温终结之日要到9月底10月初。比如说长沙，上一次最晚的有记录的高温日啊，是出现在2017年10月1号。那今年会不会比这个还晚呢？我觉得当地的小伙伴们一边应该是很不期待这个越来越晚吧。希望生活在像长沙这样的南方高温持续区域的朋友们，未来一定要关注气温，做好防暑。好了，天气呢就先说到这儿。好，谢谢丛林。我们第一时段的天气呢，也先关注到这儿。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第一时间马上回来。来关注物价，国家统计局呢昨天发布了物价数据，这个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2.8%，涨幅和上月相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下降0.8%，黑色金属等产品价格下降幅度最大。八月对 CPI 影响最大的依旧是食品价格，特别是猪肉价格同比上涨46.7%，涨幅比上月扩大19.7个百分点。鲜果价格同比上涨24.0%，涨幅回落15.1个百分点。此外，牛肉、羊肉和鸡肉价格同比涨幅在11.6%到12.5%之间。上述五项合计影响 CPI 上涨约1.66个百分点。值得一提的是，鲜菜价格同比下降0.8%，影响 CPI 下降约0.02个百分点，为同比连续上涨18个月后的首次转降。食品因素在整个这个 CPI 拉动作用非常大。那么，所以导致了 CPI 上行。国家在这个猪肉供给上面、政策方面花了很大的功夫，所以 CPI 在未来它的趋势还是会放缓。另外一个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下降0.8%，降幅比上月扩大0.5个百分点。主要行业中，降幅扩大的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无论是从上游原材料的价格，还是中间的投资品，还有下游的一些就是终端的消费品，我们看到整个价格，总体上还是一个回落的态势。这块跟总需求的关系，更紧密一些。
我们看到数据显示，八月猪肉价格同比涨到了46.7%，那么鲜果价格涨幅呢是有所回落。我们的记者就实地走访了上海的菜市场，一起来体验一下。我现在正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家菜市场，这个菜市场有400多个摊位，各类的蔬菜水果和肉类呢都能买得到。那据我了解，像我手里的这个西红柿之类的大棚类蔬菜呢，近期的价格是比较平稳的。菜市场的猪肉摊主告诉记者，由于市场供应增加，近期猪肉价格有所回调。最贵的时候就是两个星期之前，一公斤是42，一公斤来价。这段时间嘛，稍微便宜点，就是现在便宜都是39块一公斤。就冷鲜肉，国家的储备是吧？还有进口的是吧？现在市场呢，批发市场现在已经很多了，冲进来了，知道吗？就相对来讲蛮稳定了。八月份统计局数据显示，鲜果价格环比下降10.1%。不少上海消费者表示，近期水果价格的确有所下降。水果好像稍微降了一点，比平时好像，特别是苹果好像比原来稍微下了一点。一些消费者表示，菜品的价格变了，自己的菜篮子也跟着变了。我就换一个方式，比如说卖便宜的，比如说肉桂我就不买，我就买鱼。我们的另一路记者呢，昨天也走访了深圳的菜市场，我们一起去看一看那儿的海鲜禽类价格又有什么变化。一早，记者来到深圳梅林农批市场，在禽肉类档口前来采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鸡鸭好像还行，但是猪肉就贵好多。像那家鸡一个都错了有5块钱，像那一般的鸡错了也就有3块钱，鸭子也是有3-4块钱的上调。与肉类价格上涨不同，海鲜水产货品供应充足，价格较上个月便宜近30%。不少商户纷纷表示，目前正好赶上开渔季，各种新鲜水产品陆续上市，价格比上个月便宜不少，因此受到不少消费者青睐。刚开渔嘛，我们觉得鱼又新鲜，价钱还可以的，比较那个实惠。增加了30%左右。但以上个月是33块到30块，现在的25块到26块钱，便宜了4-5块钱。是的，现在35，红了现在30，正规就60多买个，50多买个。今年以来，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生猪产能下降，造成了市场供应偏紧，价格上涨。为了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国家和地方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这些措施有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猪肉价格能否降下来？记者近期对猪肉产销地进行了实地探访。养殖户信心增强，正扩大产能。6月份以来，全国生猪养殖盈利大幅提升。按照生猪养殖成本与出栏价格测算，当前养殖场户出栏一头120公斤的肥猪，盈利额超过1000元，处在较高盈利区间。记者走访一线养殖企业，发现受高盈利驱动，近期疫情较平稳区域的养殖户信心明显增强。我现在是在山东夏津的一家种猪场，因为市场行情看好，政府又出台一系列政策来支持，正是扩产能的好时节。这家种猪场计划增地2000亩，预计增栏50万头，实现产能翻番。猪肉流通运输成本明显下降。在种猪及冷冻猪肉的运输方面，因为免收了车辆通行费，记者调查发现，只要驾驶员向高速路口工作人员出示了检疫合格证和车辆备案，工作人员检查车辆并拍照后，车辆就能快速通行。这一个月下来，我跑15-16趟的话，这一个月就得8000多的高速费，我就省8000多高速费了。替代品生产增长，肉类供给有保障。当前我国猪肉替代品生产增势明显，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禽肉、牛肉、羊肉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6%、2.4%、1.5%，特别是禽肉生产周期短，产能处于高位。从肉类总体供应看，我国动物产品供应充足，老百姓碗里不会缺肉。1到7月份呢，我国进口的一个猪肉超过了100万吨，那么同比增幅呢接近37%。那么从目前整个的肉类供给来看呢，我觉得肉类的供给还是有保障的。2020年猪肉供给将逐步恢复，因为猪肉生产有周期性，猪肉供给恢复仍需要时间。农业农村部表示，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生猪存栏和能繁母猪存栏下降情况判断。
今年猪肉产量可能会出现明显减产，市场供需存在一定缺口。预计明年下半年生猪生产将逐步恢复，生猪价格将逐步回落。这一轮肉价上涨如此之高，和前段时间这个非洲猪瘟的疫情呢还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有个好消息，昨天呢中国农科院发布称，由哈尔滨兽医研究所自主研发的非洲猪瘟疫苗异株双基因缺失弱毒活疫苗已经完成了实验室研究，突破了实现疫苗规模化生产的重大技术瓶颈，目前已提出生物安全评价申请。我们通过实验室的研究呢初步证明这个非洲猪瘟疫苗是安全的，是有效的。同时呢，我们呢还通过实验室这个产品的研究，那么解决了这个非洲猪瘟大规模生产的工艺的问题，建立了这个非洲猪瘟这个产品的疫苗产品的质量标准。布志高介绍，目前中间试制的产品已经基本完成安全性和有效性检验，预计九月中旬完成这项工作，已向农业农村部提出生物安全评价申请。如果说结果像我们预期的，在野外也证明它是安全的、有效的，那么就为这个大规模生产应用那也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那么就为大规模生产应用呢创造一个非常科学的、严谨的这样一个前提条件。国务院第六次大督察、第九督察组成员近日在广西，针对司机反映的申报第三类车辆超限运输证需要给黄牛支付高额费用才能提前审批的问题线索进行了深入核查。根据2016年施行的交通运输部62号令规定，第三类超限运输车辆都要办理通行证才可以在高速上行驶。由于广西的网上办理平台今年9月1日才刚刚开通运行，很多司机还是选择到各地的窗口去办。在广西，现场办理窗口有三个点：南宁、桂林和柳州。办证时间最多的需要10个工作日，而对于很多大货车司机来说，客户一旦下单发货，一般都需要马上出发，但是办理窗口没有加急服务。碰上这种急单，就只能通过黄牛加急。基本上接到黄就走啊，等十个工作日谁都等不起啊。驾驶员的工资、车辆的折旧，还有车辆的保险，这些都是需要钱的。给个2000块钱，他办证就快。中间有黄牛在那样子操作这个事情，2000多人车。他们就是接到我们底下给的那个单子以后。那他们就会把信息发给他们上面的人，啊，那上面的人就会收到信息，然后就会把人放出来。随后，督察组成员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政务服务窗口。我们这边窗口承诺办理是7个工作日，加急的有吗？没有。工作人员说，办理通行证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加急服务。而旁边几个申请人员则给督察组成员建议，可以花钱找人2天拿证，还提供了联系方式。超过100吨的话，那个要3000块，这个少不了。2-3天，这个的话要7-8千吗？把那些资料给我们就得了。督察组发现，今年以来92.3%的业务由9名中介人员办理，而最近一个月提交申请的56件业务中，有53件是由2名中介人员申请的。可以说黄牛猖獗，90%以上的业务都是由代理人来办理的。代理人呢，在这个办理业务的时候，收取几百到几千不等的这种代办费，整个正常的办理的秩序被这些代理人给扰乱了。对于督察组的督察，当地政府部门表示，将改进服务，一查到底。我们要改进服务，做到办证最多跑一次，甚至一次一次不用跑，并对办理超限运输黄牛代办是否存在权利寻租的问题进行专项的调查，如果有违法违纪的情况，一查到底。前段时间呢，有群众在国务院互联网加督察平台反映说，广西防城港2个收费站涉嫌违规违法收费。在9月4号，国务院第六次大督察、第九督察组的成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暗访核查。有群众反映，广西防城港市冲仑和喜珠河收费站设置路段不合理，这2个收费站跟它实际需要收费的路段不在一处。
许多司机开车也许没有经过这两个收费站要收费的实际路段，但是只要经过收费站本身，过路司机还是需要交过路费。他的收费名义，以那个实际设的收费站设的路段不合理吗？我车不经过你收费的路段，然后你又收取我的费用。督查组成员了解到，这两个收费站当初设立时是经过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批准的，现在也在收费期限内。但是2008年，防城港为了缓解城区拥堵，将城区内的四个收费路段站点迁出了市区，并整合成冲仑和喜珠河这两个收费站。从现场的情况看呢，确实存在着位置设置不合理的问题。比如说呢，在这两个收费站呢，都跟收费路段呢是分离的。也就是说呢，存在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车辆没有经过收费路段，但是呢，等走到这个站点的时候呢，又被收费了，存在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当天下午，督查组成员和防城港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和企业就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了座谈交流。督查组提出，国家支持逐步有序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鼓励各地通过政府回购等方式取消其他普通公路的收费，以满足不同群众的出行服务需求。会后，防城港市决定厉行厉改，自2019年9月5号0点起，喜珠河收费站和冲仑收费站停止收费，为群众的出行提供更加便捷经济的条件。